今天你兄弟阿蛋180的抽二加零 ，OK， 斜线 Ben 咪咪蛋。我觉得我二加一哦，300好不好？欸、其实300抽二加一，感觉我轻轻松松哎。哎、欸，我得说，我还没有领养哦，我到现在还没有领养，大家不要紧张，今天也不会有，冷静，冷静啊！羚羊哥我也是蛮喜欢的，我看的剧情其实也蛮想跟他跳个舞龙舞狮，但没关系，就不用来了吧，羚羊哥。这里竟然要抽凤凰，是不是要准备一个鸟人啊？所以我们应该要准备一个鸟人的这个摄影物，或者是这个关键道具。有了，这个怎么说？这个算鸟人吧，我有鸟人熊问安，查理姐姐，看在我大鸟人问安的份上，可以请您来我家吗？你看，很可爱的哦，拜托你了，查理姐姐，实抽有喽。啊，这个游戏总是只求不歪就好。凤凰飞飞飞，凤凰起飞。飞飞飞，飞起来了，凤凰！查理姐姐，我来了，拜托您了，凤凰飞起来了。好了，不求提早出，只求别歪；不求提早出，只求不要歪。有了，提早出，飞起来了，凤凰。飞起来了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来了，飞起来了，长笛姐，哎，不，火系队，啊，怎么是安可鲁？飞，哎，有啦，长笛姐姐。飞起来啦，有喽！我爱明超，我爱明，哇！旗子好大，这个黑白旗。哎，喂喂喂，这次的抽卡画面是怎样？喂喂喂！他脸红又对着我笑，是不是喜欢我？多两颗好大的白子。是那两颗白子太大了啊！难怪这个蝉鸣下棋从未输过哎、欸！你看了那两颗大白子，就大概知道他是想不到怎么输了。但走回来输都赢不了蝉鸣。棒！出吧。蝉鸣姐姐，我来了。为了您，我决定看不见我的未来，准备让蝉鸣进入到这个第四形态，挥中哦。对啊，我看不到我的耳机。喂喂喂，找不到我耳机啊！没事，大家不要紧张。我现在这个眼罩，我下面是看得到一点的，我还看得到抽卡的画面。好，出货。怪怪的，理论上应该已经完全的看到了蝉鸣姐姐对我的，哎，啊，那有紫色的啦，靠背是不该变这个眼罩出来啊，我的蝉鸣跌四层了，大家不要紧张，是四层了，好，跌四层了，眼罩来了，各位观众看啊，怎么说各位，我现在看不到。是蝉鸣吗？各位，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，是吗？哎、欸，我看到旗子了，哈哈，有喽！今天的直播超级好看，今天的直播就是我有140抽两只了耶，蝉鸣姐姐。真假 ？Oh my god！ 真的假的？蝉鸣姐姐，蝉鸣姐姐怎么跳起来了？好像怪怪的。蝉鸣姐姐你怎么跳起来了？
你怎么跳这么高？怎么啦，婵妮姐姐，你怎么跳这么高啊？啊，怎么啦？好像要带起来嘞。各位观众，230+0，只能说舒服，只能说真的舒服。我有两对大白纸，我有两对大白纸，我就问你们怎么舒服？还是我十手武器出发？毕竟这个游戏武器不会歪，太舒服。240，250。2.5，哎，武器不会歪啊，所以已经赢了。不可能310吧？310要很衰呢。那武器要80很难呢，理论上70就会中了。270，就最衰应该70差不多。280，290，应该要出了。好，大家不要紧张，这里已经基本上必出了，这里大概就是基本上必出，就很难不中的，很难不中的。我们一个一个按好啊，291，292，有了啦，就跟你说这个你有，有喽，这个就不可能80哦。292+1耶，超级好看！今天的直播，好，那我们这边传礼，那我要好好研究咯。各位，我得这里测试一下，我这个人绝对是对这个角色的这个建模，一定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观赏一下。不行，这个山不好，这不是座好山。我觉得这座山不错，这座山因为它给的是这个角度给你们看。它的这个地形，我再跟你们讲一下。我们明朝这款游戏的这个建模及物理学，它会就是虽然是山，但可不是山。在这个大世界探索里面，它是有非常多这个不一样的山坡，就是角度有这个90度、60度、70度、这个120度，那都是不一样的。每个山你都可以更明确的知道它里面处处的细节。一山还有一山高。哎，不过那个明朝是不是有优化啊？我感觉这个游戏开的速度变快了，就感觉跑东西好像变更顺。真假手机最有感哦。跟你说，这段时间的那个更新，让你的手机已经没那么烫了。本来还能煎荷包蛋，现在都煎不了了。干，细节，干，你们看他走楼梯，哦，我的天，他走楼梯竟然。这就是明朝的物理引擎，可走楼梯竟然有差哎、欸！不是，你们看，走楼梯感觉会更有感觉，还不赶快进到我的游戏？啊，各位不好意思，这个刚刚水喝多了，我去上个厕所，尿一下尿。记得有好玩，进到好玩的游戏，我林姐。Thank you.